就快到復活節了，不單止復活節有復活蛋，寶石界也有蛋形切割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有關 Cabochon 蛋形切割的方法。 Cabochon 這個詞語是源自於法文裡面的 Cabochi， 是圓形或者小圓頂的意思，我們行內稱之為 Cab 面。無論紅寶、藍寶、綠寶、 Tanzanite 或者是紫晶都會見到這種切割的。為何要這樣切呢？主要是可以突出寶石的特別效果，例如星光寶石、Opal、Moonstone、Cat Eyes， 或者好像我手上面這粒有天然 inclusion 的綠寶石，都會有這種切割方法。這些切割的方法最大特點就是樸塑自然，將寶石的天然美態完全展露，給人一種經典、永恆又很襟睇的感覺。Wills 今個月都會繼續跟大家大放彩蛋，記得留意我們的 promotion 啦。